waiting around for you to call back. 今天要去上海，等一下到上海应该是晚上的11点半。The place for us to be. Cause I'm trying to figure out why you hate me. Was it something I did? Yeah, I don't need to offend. I'm just waiting.早安，今天是第一天的早上，我还要先去弄一下我的手机号码，因为我的手机号码太久没有用，好像被停话了，然后待会再去银行去更新一下我的这个银行的手机号码。哦，这间好像是很有名的月饼耶，刚才遇到这个光明墩，不错耶，它月饼比较像肉包那种，里面是包肉。之前来是在2019年吧，然后大概那时候来了半年多左右。那时候在上海其实还蛮好玩，就是除了去学校之外，我自己也有去实习。然后过两天我应该也会去找之前实习的主管跟同事吃饭。这次再回来有一个蛮怀念的感觉。太怀念了。前最爱来新天地。现在这条是新天地最热闹的一条街，然后晚上就会变灯很漂亮这样，然后早上就有一些下午可以吃一些早午餐，或是有一些美式餐厅。这家是我以前4-5年前来，我就很喜欢来吃，还吃过2-3次。这边很好吃，而且里面新鲜挂很多火腿。我以前都来这边喝酒。漫步在新天地的小巷中，先纽约 bagel。我们上次去首尔的时候，本来要吃的叫伦敦 bagel， 结果人差不多没有人知道。这个是蓝莓奶酪口味，然后这个是第一名的红豆黄油，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味道，只是我觉得比较特殊的是那个它的这个鲜奶油很不一样。这是第一名的红豆黄油，很好吃耶。它的bagel很特殊，是因为它上面其实都会撒一些盐巴，所以吃起来都不会很腻。刚才去完新天地，现在去迪士尼，我们现在打车去，耶、yeah ！超好笑，我们刚才一到迪士尼就下暴雨，它旁边有卖雨衣，我们就买了2件。现在记者到了，是上海迪士尼，下车就大暴雨。因为我们的班机太晚来了，所以我们早上就先去吃个早餐，然后现在。快一点的时间，我们一路人就拿到生日徽章。路过这个门口填问卷的，可以拿这个小礼物哦。奇弟弟，我们上次在东京也有遇到他们哦。狗狗聚会。今天的目的地，疯狂动物城，努比亚。现在路人排队好像只要10分钟，可能是因为下雨。为了来动物方程式园区，昨天在飞机上还在看了一遍。哇，竟然有爪爪冰棒，尼克卖的。哇，朱莉跟尼克，我今天还穿了这个配色，我还穿这个蓝色配这个灰色。啊，这个大人在这个娃娃车上滑手机。现在在动物方程式的那个园区，然后这里面全部都是那个动物方程式的马路。你看，那个是超会跳舞的，他就是长颈鹿的健身房，还有
有那个志玲姐姐，我们想说可以先进去里面逛一下。键盘那么小，因为键盘是真的，是身高踩地的标志。好了，快180了，可爱的变化好大，好大好哇，被抓了！这边连排队都超有趣的，有各种不同的老板。你看，这是高度警戒牢房。高局长，等会儿。前面有人在吵架，很有趣。后面的弟弟说他们在警察局吵架，我的憋死了。呼叫所有警员，我们要进去了。安全帽啊！来玩家乐福吧。现在来深蹲西韩国。刚才去玩玩神鬼奇侠，然后现在又出来看游行，下大雨但人还是超多，大家冒雨看游行啊。刚才我们去那个看游行，那个游行超短的，一下就没有了。哎，这个点很好哎，在那边拍，然后这里有甜甜圈跟城堡。我们来玩那个巴斯光年，只要十分钟而已。哇，差一点输哎，差一点点哎。我们在做这个上海迪士尼最恐怖的设施，创。好玩，玩我玩过第三次了，我来第三次迪士尼玩第三次，那还是很好玩，还是会很紧张，做完那个还可以。因为它是要趴着，不能趴太下去，不然你会压到那个肚子，那边会很不舒服。哇！
已经在家里看小红书钻研了快一年了。它这个就是用吊的，然后吊起来的时候你要这样子甩甩甩，甩不掉你就是大的。哦，所以它是要吊，里面有不同奖，它、啊、都可以吊起来的，对。三等奖。我们练了半年，那、啊、结果拿了徽章。谢谢，拜拜。这个是抽到这里面就有奖，要抽四次中。耶、yeah! ，一个，四幺四，耶、yeah! ，哇，哦，运动家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这个要怎么办？哇，谢谢。哇，太萌啊！来到这个玩具总动员园区，我的好朋友默默呢。我们来到艾伦戴尔，刚刚有人在警察局吵架，现在有人在艾伦戴尔吵架。这是嘉宾将会到来，你想不想对个雪人？看完《冰雪奇缘》了，好看。大家是讲中文的。然后他最后还有那个撒一堆那个泡泡，然后当雪这样下下来，很赞。我们刚才在排队的时候又遇到吵架，超好笑，就是那种很喜欢有人在前面，然后就一直挤，要挤去前面找他家人或朋友那种，他就会有人不爽，然后就开始吵起来。我们是要来搭这个七个小矮人的过山车，矮人乘客内控很多。感觉快了，可能有20-30分钟。因为我们超幸运，刚才到我们的时候，突然空了一个两人位，我们就排到两人的，甚至花了20几分钟而已，超好玩的，超刺激。然后那个云霄飞车超好玩。这边拍的景是最好，小矮人出来的这个桥，拍城堡景超好。回到大街了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行程，所以我们就不等到灯光秀，因为今天应该也不会放烟火，下太大。结束今天迪士尼，买了一杯喜茶，结尾。我难得没有看那个灯光秀，没办法，太晚。对啊，而且我们等一下还有别的行程要去，对，拜拜。